完了，我觉得一点气势都没有。完了，运动会第三项，飘飘气排球。这只梦想着成为排球的气球，不是一般的顽皮哦。比赛时，每队两位哥哥们要将两名 baby 抱起，由 baby 们来控制球的运动。中途，哥哥们可以更换自己怀中的 baby， 先赢五球者胜。本轮每队可以使用一项 baby 超能力，且如果三公里队获胜的话，他们将获得双倍积分哦。叫啥来着？五五风灯。五五风灯，五五风灯是不是拿什么玉米什么？可能吧。他叫啥来着？顺手牵羊。顺手牵羊吧，行。没有用，这个项目，你抱谁都是抱。那两个还好抱。我要把艾伯弟弟拿。你不要过来。我要把艾伯弟弟拿过来。那你过来跟我们一起打吧。来，他两个人都愿意加入我们了。这些我们转一圈。我们把雪儿拿过来。我们选择属性是正二少。我选什么属性？你管的？你用你管吗？就是。用！我们属性是金刚芭比。你们是要放弃使用的那个属性卡吗？我们选择正二少年。我们直接两分了。我们直接两分了哟。我们那个感觉都没什么用，我们那个卡无懈可击多好啊。也就无懈可击有点用。这个你抱雪。好。好吧，我抱胖。他很重的。没关系，你要靠那个球拐把球打到对面去，好不好？可我不会打球。拿着，我哥抱着雪来，你抱噗噗啊！比赛正式开始，有三公里队的噗噗先发球。七里香队的扎克神把球接到，可是扎克神似乎没有搞清楚球应该往哪里打。现在于小彤抱着扎克神奋力把球救起，球传给了 Apple， 然后后排进攻，噗噗拦网成功 ，Apple 继续二后排快攻，但是三公里队的防守非常顽强。雪儿单人把球拦住，球又到了扎克神这边，扎克神用自己的脸接住了这一球，马天宇带着 Apple 迅速补位，对面打，可惜球打手出界，三公里队拿下一分。我们得一分吗？得一分。哎，我这一局我一下完了，我。等我冒掉了。比赛继续，双方依旧延续了上一球的阵容。耗他们体力来。七里香队机智地采取了拖延战术，企图累死对手。预备，开始打。现在有扎克神发球。使劲儿，往哪儿打呢？球直接飞出了界外。过来。马上加油就大礼包，知道吧？三公里队逐渐把比分追平了。不好，还是由噗噗发球。于小彤奋力扑救。可噗噗不愧是三公里队重量级的主攻手，势大力沉，发球直接得分。齐力强队再次由扎克神发球，好吧，球还是没有过线。Apple 把球救起来，还有机会。扎克神使出了吃奶的力气，终于击球过网。雪儿直接打出了一个二次球，但是球出界了。雪儿，你果然还是七里香队的人呐、啊！过来，哈雷，换场地。双方一边再战，三公里队由哈林和小葱花替补上场。小葱花罚出一记高球，扎克神不负众望，漂亮的四号位强攻。小葱花把球垫过球网，马天宇眼疾手快，抱着 Apple 飞身拦网。投球！易烊千玺抱着小葱花一个鱼跃投球。不好意思啊，是鼻尖击球过网。我一开始跟大兴哥说了，我觉得让孩子去拍那个球不大可能，就想让孩子脚或者头去撞那个球。扎克神立出了一道漂亮的弧线，小葱花也不甘示弱，扎克神继续发起进攻。这一次，小葱花和哈林一拥而上，可惜都没有进到球。我们赛点了，我们来吧。我的战神大战，来准备开始了。三公里队再次换人，由重量级的噗噗换下了小哈林。
发球，扎克森直接四号位强攻，一下不行，再来第二下，婆婆一个倒挂金钩，小葱花扣出一记铁狼头，扎克森再次四号位强攻，小心啊，小心！这一刻，双方被逼得犹如中国女排附体，奋力拼搏到最后一刻。最后还是噗噗的二号位的一次背快出其不意结束了这一场混战。宝贝儿，怎么打？怎么打？对，就这样啊！预备，打！关键性的一球由七里香龟的扎克什发球，场面再度陷入了一片混乱。易烊千玺临危不乱，带着雪儿击球过网。马天宇突然抱着 Apple 发力，一下两下三下，球终于过网。易烊千玺抱着雪儿，虽然奋力扑救，却也无力回天，最终七里香队获胜。完败，我告诉你，今天肯定是完败。宣布，今天获胜的队伍是七里香队。七里香，哦耶！现在我们为优胜队颁发奖励。优胜队，谢谢你，谢谢谢谢。波波，来抱着他说，预备，开始。一罐皇家美足胶，两罐皇家美足胶，三罐皇家美足胶，四罐皇家美足胶，五罐皇家美足胶，六罐皇家美足胶，七罐皇家美足胶，八罐皇家美足胶，九罐皇家美足胶，十罐皇家美足胶。现在，请我们的六位学生代表给我们的 baby 们颁发奖牌。谢谢小朋友，放开我 baby 第二季冬季运动会顺利闭幕。耶！